下午7、8点钟吧，得到通知，他说那个赶快撤离，来不及搬东西了嘛。哦，就是人走出来了，衣服都没来去。现在压力淹到那个1层了，1层淹掉了。我家还有10几万货都没拿出来，我家是还商店的嘛。谁没来之前，我们就在抢救物资嘛，抢救我家的货物嘛。谁到了这里就抢救不了了。